大家好，农村沙大妮了啊，哈哈，今天回老家了啊，回老家，愿意来河里看水嘞，再一个都是看羊、看猪，看牛，这是哈哈最喜欢看的。哈哈，你在这看啥来了？来，你给朋友给大家打个招呼来，你给介绍一下，你叫啥来？你说一个，大家好，我是哈哈。大家好。哈哈，现在这看羊看的不走。是不是人这么多羊哎？这么多羊。行，全是小羊羔，是不是？小羊、大羊都去地里吃草了。那啥？羊在这叫唤嘞。羊是你哪叫唤的？走，去叫老爷爷买个小羊，好不好？好。不是，摘来。走，咱去哪来？哈哈。捞米啦！看看有啊没这河里啊？哈哈，愿我愿看虾米鱼，是呗？再看看有呗。走。慢着啊！一。你站住，咱站住，叫姥姥给你。你站住，抱动啊！叫姥姥给你捞啊！哇，你抱动啊！我先给我这就快点。小鱼，这是小蝌蚪，是呗？叫你朋友啊，来，你拿着棍儿把动啊！哎呦喂，有一个也没碰到。几个嘞？是不是俩嘞？不呀！哦，有一个，哈，有呗。有个对。多的。对。哇，啊，这回更多啊！来，这是皮。多呗，多不多？这是皮。哦，长了皮嘞。摘吧，来走吧。来，交给你拿。这蝌蚪还有呗，来，我看这还有呗啊。哇，这多的，你看多少蝌蚪，是呗？多呗。多。看这地上多少，往后头快把线拾来，线拾，来摘。抱着，抱着，别动，我在这儿给你抓一下啊。你抱动啊，你留在这儿抱动啊。过去。开车来呗。回来，家在这里玩。回家叫谁看看？回家叫老娘看看。走。瞧看你这里头有多少个小鱼嘞？哎，我看一下。小蝌蚪。
拿回家，别叫老老娘开开，是呗？嗯。哎呀，高兴的，看见高兴的。姐姐，你开。哎呀，昨天这屋子，这回倒盆里啊，等我给老老娘再等会儿，倒盆里你开啊。谁抓嘞？谁抓嘞？谁抓嘞？啊？来，你抓。倒两盆里，倒盆里开来，要不要？倒盆里开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开吧，给老老娘开吧。这就是啥呀？哎，啥呀哥？啥？哎呀，到这里去开药，那喝的完事。坐着。这边到这边找一个这个什么呀？到这牛店的小磕头。来，这是啥呀？鱼。鱼。你看这呢？坐这儿，坐这儿，不喜欢坐这儿。坐着，坐着他吧，坐着他吧，一会儿看这样。好嘞。硬，哎呀，在这开药开的这儿哄不回来，电泡，电泡摸不来也不回来，后来给俺抓接这小磕头回来，家伙，我说拿这个大爷，然后回家叫老老娘开，快喝吧，别喝好孩子，那个表演一个节目吧，给抓磕头来，俺跳个舞，跳，来给抓小磕头跳舞去，哒哒哒。跳舞嘞，是啊，哎呀，还跳的就是好，跳舞嘞。啊，俺还会跳。嗯，摘两分，摘两。再做一个，磕头。哦，摘。舞蹈。